老总，你啊，成立一间有赚头的子公司，我头是织田雪，敢是有什么理解？我甲织田雪是亲亲别别的，我真正是想要照顾伊。你爱照顾人是优先，直接炸干部管理岗的。我对邱文志，真的对我是真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按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老总真够做生意。伊无经过你的允准，私底下用群号做暗号，成立一间牡丹堂的子公司，所有查价拢入去伊的那底啊。爸，你是咧讲啥？啥物人欧康何止熬出去？我做牡丹堂，你敢要甲我开水？什么鬼话啦？妹啊，你面色青顺顺，啊这报告到底啥啥？是肯吉私底下有提到织田雪 DNA， 伊提起甲其他 DNA 做比对，结果无符合。这就表示讲哦，织田雪是齐昌的查某囝。我即马手来哦，阁有一支会当拍开彭启明家的消息啊。我阁有可能无好好利用彭启明重新登去织田集团的机会啊。即马大姐嘛伫，你上好解释清楚。谁人发生这种代志？阁退来啊？谁啊？织田雪琪琪爸爸，是你？我会用我的方式处理，不过手段未参照你这么粗残。等你想好要怎处理，刘克旋早就被你摆在查某人的名床顶啦。总裁，算下来你打算要安怎做？我嘛想要信任你，啊，不过你行为我已经无法度相信。你乌钱和你的情报，佮讲你无想要好好哈，谁会相信啊？你想要享受其人之福，我肯定需要一寡提醒。叶三，